正确。第五题，我胖呗？不胖。我是说你不胖。我的意思不胖。正确。哎，停停停，等一下，少。好了，冷面种产品第一题，我和打麻将哪个重要？你重要。为啥呀？因为打麻将只能让我沉迷一时，而你能让我沉迷一世。嗯，正确。第二题，如果你去洗浴中心洗澡，老王约你上二楼，你咋搞啊？这你别笑。我为啥要到洗浴中心洗澡啊？屋里不能洗啊，屋里不还洗得舒服些吗？我要去洗澡的话，那住哪个位啊？饭哪个粥啊？衣裳哪个洗啊？嗯，正确。第三题，如果我要你把你的银行卡改成我的生日，你会不会同意？不会。为啥呀？因为从我们结婚那天起，我都注销了我所有的银行卡。为啥子啊？因为我有一个勤俭持家的老婆，我根本都不需要银行卡。哦，嘿，说得好。第四题，如果我剥小龙虾不小心把油溅到你新买的衣裳上去了，你会不会生气呢？不会。为啥子呢？因为只要有我的双手在，我不可能要你剥小龙虾。正确。第五题，我胖呗？不胖。我是说你不胖。我的意思不胖。正确。第六题，如果我以后变老了变丑了，你会不会嫌弃我呢？你说啥子？只有你嫌弃我这份儿，没得我嫌弃你的份儿。在我心目中，你永远都是十八岁。正确。最后一题附加题，看到你上几道题答的非常不错的份上，我都不考你了，把照片给我，你写上，我去做饭。嗯，哎，不行。为啥子啊？因为只要我在，你永远都不配进厨房。哎呦我的妈！漂亮，考试成功，继续加油干啊！